你迟到了，我赶快过来。你还挺酷的，那个小心注意台阶啊。哎，你家不是在这儿吗？ 那这个东西，喂，嗯，好，到了。 20分钟就好了。哇，真是坐飞行器的呀。嗯。居然有强迫症吧？
坐好啦。好，先这样。你可以走了。对呀，他刚才躲在那儿，是偷偷放了什么东西吗？